大家好，我是午觉，今天来玩烈火他的行，新野人的这个任务。首先等到第二天六点钟。璃月是一切财富沉淀的地方。那我们去跟他对话，然后就解锁这个烈火他的行的任务。我们需要去北方岛屿。渡海之后也是一段剧情，我们直接跳渡。进来之后，我们跟着这指引走就可以。我们的指引敲着的赌，然后这都会移动，我们就可以前往。我们调整一下这的方向，然后按 F 键演奏。风场就出现了，杜拉也是对话跳多了，旁边就有一个宝箱，然后我们往前飞，这边是被封住的，我们要先踩着蓝色的板，然后每队都要踩，这都会移动的，有特殊标记的是会移动的。踩完之后就解锁了。想起来了，然后这边我们探一下，还真是音乐圣地呢，可以直接解锁的宝箱的，真的靠植物。解完宝箱之后，我们这里要调整一下，才会有风场飞回去。过来之后，开门就可以。我们进去，接着往前走，直接飞过去，跟着巨大的花朵聊着天。